初级首场大型造势，指导赖清的本命区封街拼人气，现场主办单位喊出超过3万乡亲到场，力挺大受蓝营陆战实力。侯友宜，侯友宜，侯友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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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让我想起来什么，就像古时候那个土匪哦，进京以后啊，烧杀掳掠强夺，无所不无恶不作了，就变成这样。好不容易执政哦，哇，心变毁容爱抢，什么利益都要抢。人美国嘛讲过，无支持台独，你要把咱台湾引向咱俄乌战争、以巴战争安尼嘛？侯康两人一搭一唱，对绿营火力全开，猛轰对手民进党换蓝军归队。赖清德，民进党的主席，房间里有大象，你看不到吗？你装聋作哑吗？弊案在哪里？你不知道？蓝白河一拍两散之后，萨卡都战局已定。尽管对于昔日伙伴总统选战合不了，还是留点情面。以后在政府中央政府的层面，在立法院还是可以合作的。不过赵少康临危受命，谈及副手侯友宜更是大赞，情义相挺，想出一口气，气势不能输。蓝营进攻绿营大票仓，人在澎湖助选的韩国瑜没现身，但亲自录制影片挺侯康，一定要全力支持侯友宜、赵少康。国民党侯康配就位，合体蓝营巨头，首场大型造势就杀进台南，指导黄龙展现火力，宣誓战斗开打。华视新闻消息许富杰 SNG 小组台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